师傅，一望而知呢位梗系观音大士啦。系。点解在莲座之下有一男一女嘅呢？一个系金童，一个系玉女。哦。咁系咪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，永不相分噶？系。啊，咁点解？点解一至皇城劫后就留翻一个金童？又不见了个玉女呢？出家人不明尘俗事，施主请上香啦。好，观音座下亦有对童名妖，悲风去流空，只剩得我情未轻。好靓噶，系系咁，你真系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！如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，我真系答谢神恩啊！Bye.
你，你揭破我的罗纱，我以后仲点可以向度立足呢？公主，你想去边啊？我又要跟住你，生就一齐生，死就一齐死，你去边度我都跟住你噶啦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真系令我难明啦！周仲父子佢，我听晚就讲俾你听，你知？